顶在这个龙边，我摩擦你。我靠！顶！我靠！哇，好疼啊！没事。你看，你就说，主要是比赛本身，我第一次看这种比赛，就是他太直接了，对，就直接的一塌糊涂，就跟我的性格是很不一样的，很不一样的。对，然后第二个，你看到他等我们等着他醒过来，跟着他说换上衣服准备出来，就你跟他有一种很近的一种感情了吗？完全能理解。嗯，你多看看就好了。嗯，我跟你不一样了。看一下怎么样？他，还好。其实，刚才也跟他聊了一下，主要就是他说，我没有吃的恢复的不舒服，说，感觉胃特别顶，特别硬。嗯。然后刚才又顶了一下大号了，一下岔气了。所以就是，你一旦做的都很好，因为就一点点的小的环节没有做好，就会导致，对。Hey bro, hey bro. 뭔 님네 지은 게 가져갈게 그래. 그래서 사실 나 멀티 러브 트럼 지은 게. 뭐 다를 내가? 그래서 팀 모습을 스포츠. Doing the mission outside on the field. Congratulations, Joey Romano. Joe Piper put on the Miami. 真的就特别安静，我特别喜欢这种训练环境。我跟你说，我喜欢人少。我们就直接就开始了。对，慢慢就直接开始。你不让我心情过渡一下？没有心情。多斯特这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？腰，啊，腰动，胳膊不用动，对，来撑一下，啊，脚腕、手腕，感觉这样可以结束了吧？所以今天主要以舒服为主啊。对，那肯定的，别让我心理阴影。哎，对。手不要在这放着，要在这拿起来，保护自己呢。你打别人的同时，别人也会打你。知道吗？来，一二，身体不要往前趴。首先你要保证自己的稳定性，别人才不容易把你打倒。你自己走都走不稳，别人一打你就容易倒，一踢你也容易倒。我在你的眼睛面前视线，这样就扰乱你的视线。你在这干嘛？骑马呢？对，来，再来。认真一点 ，focus， 不是开玩笑的。像你这会儿你就应该知道，现在你就可以踢。哎，对，再来加点力度，再来，加力度我疼。对，是这样的，因为你们没有经常踢。等一会儿我稍微收一点，就让你感受一下这个疼就行了。那我这工伤啊，不要这样，认真一点，再来。哇，手，保护自己。你看，你就比如说你踢我的时候，你踢，一下就我打头，你踢腿，就迎击。啊，陈少，我们戴拳套打，会更有感觉一些。这么快就晋级到这个程度？好啊，好，来。他们都是经常踢，然后他的骨头会有骨质增生，对，这样就是他疼痛感会慢慢越来越低。这个就跟我们中国武术传统的武术叫什么，硬气功呀，像那些铁砂掌呀，所以你的身体都会被这个东西重新塑造出来。也不能说重新塑造出来的，对吧？反正就是你的耳朵算被重新塑造的吧？哎，这个跟抗击打没关系。对。然后这个完了，往这儿摇闪。起来四个摆拳，这个就是、太复杂，我能学会吗？没问题，你一定可以的。最基本的，只需要你先打这四个直拳，手拿起来，膝盖弯曲，哎，一点点，你看我的膝盖弯曲，你只需要这样行了。啊，一二三四，慢一点，你听，一是左手，哎呀，来，不笑，认真一点，专注 ，focus， 我可以打他，打，然后回来。我还会打你的，所以说你打他就看回来，二、三、四，回来是侧闪，先侧闪，看然后后手直拳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又回再来，哎呦 ，sorry， 对，记住 ，OK， 多闪，对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现在你可以用力走，发泄一下你那些的力量啊，
再来，打直，不要拉，直接出。嗯，走，刚才迎面而上。嗯，握住拳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哎，很好，三四走，一二三四，再来来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这不挺好的？哇，这么累啊！徐老师累了，休息会儿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不能放弃。再来，再来，走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疼吗？我手腕还是，嗯，这就是你刚才有点扬了，嗯，来前手，打，嗯，一个，好，正向，对，一个，一个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再来，再来，哎，前手好，稍微快点，一二，二三四四三二一，这不挺好的啊？啊，这样回事？对啊，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，咱这个对他小意思啊。他越来越有感觉了，越对着自己越来越自信了。嗯，哇！那我给你再讲一下这个柔术的感觉。好，当别人记住，当别人这个姿势的时候，嗯、你的这个手一定要抓住着我这条、这个手，防止这往上、是吧？对，你看这样子，就没有了。嗯、但是呢，我又有别的办法，还有别的锁。嗯，我抽出这个，哇！你看，这时候就是个十字固。哎呦，没事。哇！明白了。哇！哎，有很多技术。包括你把腿给我，你看，这个很危险，很容易让你的韧带撕裂。哇，疼死了！如果说我要再加上我的控制，你根本是逃不掉的。嗯，小腿也可以锁，脚腕也可以锁，都可以锁。然后肌肉切。嗯。当你一放松的时候，我又回来了。哦。对啊，顶的这个龙边摩擦你，看。我靠！对。我靠！哇，好疼啊！没事。你看，你比如说你像你倒地，哇，你感受一下，沙一兰昨天压着那个对手，嗯，对，你想一下，我现在上面一个人，嗯，这很容易脱离引力，对，哎，哇，什么感觉？嗯，什么感觉？什么感觉？嗯，啊，你想一下，什么感觉？哇，看着我，嗯，不要去，记住，这时候要看着你是吧？你不看我，你怎么去保护自己？嗯，你看，你别看我，嗯。你别看我呀、你不看我你怎么保护自己？嗯，明白了吧？你一定要看着对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躲闪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一二三四。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一开始闹着玩的时候说要尝试一下，四就那个连续击拳过程中，我突然那个周围的世界消失了。四我好像进入了那个挥拳那个世界里面去，然后脑中就是那个拳怎么打到手套上面。打北拳你要干什么？对，起来，一二三四，很好。嗯，那个状态那一刻，其实你是很幸福。四三，是那个瞬间后来鼓励我去报了拳击班呢。一次运动本身建立一些更亲密的感觉。四三二一，摇臂，一二三四 ，OK， 好，再来。在八角台上，那种强烈的对抗、冲突、力量。甚至那些有些残酷，然后是这一面的背面那种